生果金啫嘛，大佬。嗱，佢最近講老人福利咧，我又好興嘅喎。我跟住而家立法會租出佢嘅喎。我哋社民連，包括我呢兩年都喺立法會經常提同樣一個問題，係咩問題呢？我話問張建宗局長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，你話俾我聽，每年我哋有幾多老人家輪候緊政府資助嘅護養院同埋安老院？老實講啊，啲老人家要入護養院、安老院，其實都好凄涼，屋企冇人理，係咪啊？冇人照顧，揸住份綜援，亦都未夠俾護養院嗰個錢，係咪啊？仲要補貼，有啲需要尿片啊，好多支出噶嘛，你淨係揸住3000零蚊，係嘛？連房屋津貼唔剩3000幾啫，大佬，係咪啊？入去護養院，喂，有啲仔女，而家佢人口老化嘅程度就係、是、仔女又揾唔到食，又養唔到啲老人家，而家排緊隊嘅各位有幾多人啊？27000幾人，每年都有增加嘅。我哋問佢，2008年我問佢。舊年死咗幾多人？死到萬多，係咪啊？臨尾即刻俾人講1700，派隊等唔切嘅老人家入嗰啲護養院、安老院、政府資助嗰啲嘢，一年死1500人啊，大佬！我咪鬧呢個曾俊華咯，我點解你唔加位啊？點解唔加呢啲床位啊？政府資助呢啲，佢話冇錢喎、啊，我得啦，冇錢。我話嗱，而家佢定一條法例，65歲嘅全部集體自殺，咁你咪有錢啦，係咪？你咪好辛苦咯，得唔得？哇，咪人嚟噶，係咪？今年我又問佢啦，死幾多人啊？舊年，舊年問完佢之後，整色整水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就話：哦，我哋而家咧就3年加500個位，好唔好笑啊？一年排隊4800人，佢3年加500個位喎，500個位除3，即係160個都唔夠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一年160個都唔夠，咪繼續即係死咗啲人，減160個咯，咪一樣1000幾人排唔切死咗咯，係咪啊？數目好易計嘅啫嘛。有啲人話你冇咁啊，成日鬧政府。我試過嚟執水寶都俾嗰啲愛國嘅老人家追殺我啦，又問候我娘親啊，又話要殺死我啊，係嘛？我講呢啲嘢，你啱唔啱聽啊？為你叫大佬，係嘛？咁你話呢個政府俾佢撳佢啊？係咪啊？係咪要加強對佢嘅監察力度？有啲人話你唔應該立法會裏邊咁樣鬧個特首嘅，佢都冇面啊！我就係要佢冇面啊嘛，大佬！如果佢而家話曬我5000蚊，或者我分配個人而家又嚟派5000。我梗係會鬧佢咧，錫佢點咧？床位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面都冇話加幾多，話會加，係嘛？跟住啲老人家嚟講，我生咗今日嚟講限制又減咗60日，咁呢個就叫做老人福利啦，各位朋友。喺個施政報告入面好重大嘅政策嚟㗎啦，已經。今日你可以解決問題，聽日你又解決唔到問題。聽日當你可以解決問題，後日又有新嘅問題。我哋而家人口老化嘅情況係非常嚴重，其實呢個係全世界嘅趨勢。點解呢？因為而家少子化，即係個個都唔生，唔係好似我阿媽嗰度有生仔嘅，係咪啲生仔機器嚟嘅？有養到好奇怪喎！我哋呢啲人啊，即係50年代出世嘅七兄弟姊妹喎。瞓街啫嘛，個所謂啫，我哋唔當瞓街係咩嚟嘅喎？嗰陣時你有咁靚嘅公屋住啊，係嘛？瞓街嘅啫，住木屋嘅啫。但係我哋有向上流動嘅機會啊嘛，只要你肯讀書，係嘛？你大學畢業，嗰陣時中學會考5科光頭啊，即係5科合格，就好似我哋今日做光板啊，可以考。如果你多科英文係 B， 大佬，而家大學畢業，如果屋企冇地方俾你住，又要出去租屋啊？你淨係睇住點使啊啲錢，得唔得？當你揾10000零蚊一個月好未啊？3000蚊租間屋，係嘛？跟住交通費又咗3000，係嘛？一日當你食一餐平均30蚊好啦，我話3餐係90，爭夠2700，你同我計有100蚊你都冇拍拖㗎嘛？更加我取老婆啊！如果你大學嘅時間，
接受政府资助，国家去一出嚟就要还钱嘅。或者你生性读紧书嘅时候，啲银行去大学校园里面叫你攞 credit card， 你市民人家攞咗张 credit card 30,000，然后碌爆佢，跟住你一出嚟就要还嗰30,000，净系利息都6,000啦，累积起嚟。跟住头嗰10年，大学毕业22岁到22岁，你都系还紧债啊！冇前途嘅，直情系。咁你点养你老豆啊？养唔到嘛，系咪？住咗家个仔，呢个仔大学毕业还10年债，系嘛？咁到还10年债嘅时候，你老豆当佢即系30岁生你好啦，系咪？你大学毕业佢系52岁咧，咁佢仲可能做得下，再讲，但系你还10年债都60几啦喎，跟住佢唯有攞生果金嘅啫喎，跟住你可能唔攞生果金，你又签咗衰仔，只话我养唔到老豆，跟住你老豆去攞3000几蚊综援就系咁样啦。咁呢啲人系越嚟越多啊！而家計下數，再過20年之後，香港有27% 嘅人係65歲以上嘅，有死得未？係咪？跟住講啲，即係話我哋嘅下一代，譬如以我為計啦，我而家未夠60歲啦，到我65歲嘅時候，如果我啲仔都養我唔到嘅，你明唔明啊？整個社會啊，嗰啲年青人係養唔到啦，養嘅意思唔一定係代表你屋企咁樣養。其實佢納税，因為政府有個資源嚟分配，然後即係對啲老人家晚年就過得好舒服咁嚟計啦，你唔使錢。有啲人話：，翻大陸咪得咯，大陸而家啲嘢都貴嘅，知唔知？早幾年咧，10年8年前，我哋話我哋啲老人家可以帶埋我哋嘅福利，香港福利就去大陸住，咁啊慳啲，係咪？但係有一個問題，大陸嘅醫療好大嘅，香港老人家病佢方便啲啊嘛，睇醫生係嘛？而家都唔方便嘅啦，開始係嘛？而家話要自願咩醫療保險制度啊？65歲供10,000蚊一個月份一年喎，你點供啊？阿叔你供唔供到啊？如果叫你供10,000蚊保險一年，喂，我唔敢講喎、老人家仲要買醫療保險。唔係你依佢嘅應該，政府係咪啊？政府承擔個責任啊嘛，呢個要你話唔係咧？政府冇錢啊，大佬點俾啊？係咪？啲人又越嚟越老，老又多病，咁你個個都用公共醫療，咁邊有咁多錢啫？係咪？喂，佢公平，咁點解我哋之前叫你搞咩全民退休保障啊？係嘛？政府喺即係佢仲後生嘅時候啊，即係搞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嘅時候，政府供一份，即係自己供一份，跟住僱主供一份，咁佢臨老咪過到世咯，跟住咪可以買保險。